那你说我走了多少公里现在？我不知道你走了多少公里啊，师傅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走了多少公里呢？那你刚才算了，我怎么收钱的？怎么说？那我就跟你讲，广市区内2.36块，您这个6轴车，然后桥税是2.95块，总共多少钱？那要我多少？我不知道，计算方法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你没有公里数，怎么算得出来800多？那没公里数怎么算了？我都要800多块钱，你跟我说。那我就是告诉你这么算啊。那我走了多少公里？那我不知道您走了多少公里、啊。那你收多少钱？那上面系统算的就是800零几啊。那你收多少钱啊？那你多少公里？你跟我算一下。我是没有的。讲啊，我说您走了多少公里，我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您走了多少公里。但是您这个6轴车就是2.36块每公里，桥税是2.39块每公里。啊，你收了多少钱？2.95块那个桥税。你收了多少钱？总共？那现在系统算出来就是800零二。2.02多公里嘛。我跟你讲。那你除一下，你追上去，你很清楚，你比我还清楚。你除一下了吗？我除了，你又不相信。你除一下给我看，你除一下给我看，你除给我看，你除给我看，你除给我看，跑了多少公里？那你不知道，你不用说就知道了。那我跑了多少公里？不知道你跑了多少公里啊？这个只有你自己懂啊。那你收我多少钱？你怎么不知道呢？我只知道我告诉你通行费是802啊。那多少钱一公里？2.36块一公里。那总共桥税是2.95块每公里。那总共跑了多少公里？师傅，我跟你讲了，你不要问我跑了多少公里，跑了多少公里只有您自己清楚，我不清楚。那我肯定清楚啦。那我肯定清楚啊，那喊的是不是？那你能精确的记住你走的每一公里数吗？我肯定记住啊。那每一条桥隧走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开车我怎么是不知道多少公里呢？我知道，你就算你知道你多少公里，那我跟你讲了，就是这么计算的呀。那您知道您过的桥隧是多少钱吗？我知道还早就把你开除了，我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说话。是不是？你今天都不用站在这里干活了，告诉你。那你怎么不叫你算？你算得出来啊？那我算得出来，你又不相信是吧？我相信你啊！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我又不知道你走了多少条桥。你说怎么跑了多少公里？那802了，2.36块每公里了。这个桥税的话是2.9块。总共多少钱一公里？2.95块每公里了。啊，每公里就是2.9块。总共跑了多少公里？出海到现在。呀，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那你怎么知道收钱呢？我只知道收钱啊，那我告诉你每公里是多少啊，跑了多少公里是您的事情啊。你这样叫你班长过来，那我上马上放上我上。我就是班长啊。那你那。